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8面，即无是先去。这个本经在花明生命的缘起啊，它的主要的思想就是讲到真如缘起。当然，所谓的真如，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就是我们一念心性呢，它能够受染净诸法的熏习而显现十法界的差别果报。所谓的不思议心而不思议变，那么我们一念心性在受心的过程当中啊，有两个地方的差别啊。第一个，因为它的体性来说啊，说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么这一部分是不变的，它不随过去现在未来的改变。但是业的作用来说呢，它在不变的当中，它有随缘的作用。这个因缘法，我们讲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即假就是在讲这个随缘的作用。那么这个即假的因缘变化，从本经上来看呢，有两个因素会主导的我们生命的生成。第一个就是你的思想。我们经常升起一个如理的作意的观照，那么我们在生命当中会产生一种正气，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往上超升的。你看你意境逢迎的时候，你经常用理智来观照，这个人他的身心之中是轻飘的，临终的时候是往上飘的。那么相反的，我们意境逢缘的时候是用一种对五蕴身心的一种情执，这个情执在本经上说是一种贪爱之水，你就会累积很多这种水，这个水是怎么样，水是往低处流，它就往下降。所以本经当中呢，它第一个，它认为影响我们生命生成的第一个因素就是你思想的迷雾，这个是影响你整个三界的总报。你看本经讲得很清楚，你完全是纯情的，就直接堕入阿鼻地狱。那么情想均等，就做人。当然人也各式各样，你是什么样的执着，你就做什么样的人。那么如果是纯想，你是一种理智非常高的人，黎明中直接升到天上去。所以它完全是用内心的迷雾来决定你整个三界的总报，这是第一个，我们讲轻因缘或者是主要的因缘。第二个，在考虑你的善恶的业力，这个影响到你的别报啊。你作为一个人，人当中也有快乐也有痛苦，那么这个因素就是由业力的熏习来影响啊。所以他在这个本经当中呢，它是以思想的迷雾为一个主要的因素，以善恶的业力的熏习当作次要因素，也就是说以这个思想决定我们的总报，那么以业力来影响我们的别报。那么这样的思想在六祖坛经也有这样的观念啊。六祖坛经他说啊，六祖大师说啊，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说你修的福报很大，但是你内心当中是一个颠倒的，你这个福报不能在人天当中得果报，你可能变成一只畜生，或者变成一个恶鬼，那么在那个卑贱的果报当中呢，去享受你的福报，因为你的思想是颠倒的，颠倒的思想是下沉的，所以自性若迷，福何可救？福报救不了你，啊。
那么你把这样的思想抓住了，你再看本经的缘起，你就知道它的主因素是以思想的迷雾来判定整个区区的差别。好，那么这个观念建立起来，我们看经文就容易了解了。我们看这个四先去，这是讲到七气差别的第五科，这显示先去的果报。这个先的意思呢，它有这个千变转化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修学仙道的人，他们是透过这个精气神的修炼，要把我们这个凡夫的凡胎，要转成这个仙胎，那么以求呢长生不老，这个是叫做仙趣。这当中有三科，一总标，二别显，三结识。先看总标的地方，看经文。阿难，富有从人，不易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故行，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种仙。那么先把这个仙趣的思考模式，就是他为什么升到仙道去呢？先做一个总标，说是富有从人。那么这个从人呢，这个古德的注解当中就提到就有两层意思。为什么强调从人呢？因为前面的都是从畜生道过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这个仙道呢是从人间修成的，所以它简别它不是从三恶道来，它是从人间而来，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个，他是从什么人而来呢？就是这个人做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厌恶色身的无常，他也厌恶色身的病痛，他对这个老病是跟无常的痛苦有很强烈的厌恶，所以他好要长生不老之法，因此而精勤的修学。就这种人先把这个修学仙道的人，他心中的希望标出来。那么他有这种希望也不能说错，但问题在出在下面，不易正觉修三摩地。但可惜的是，他在修学三昧的时候，他并没有依止正觉之理。就是正觉之理，就是我们前面讲很多次了，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依止我们的不生灭心。那么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学禅定呢？就别修妄念，存想故行。他心中自己产生一个妄想，这个妄想就是他的一种自己希望的想象。他有什么妄想呢？等一下说明了，说存想故行。他心中呢一直希望能够兼顾他的色身，使令他色身呢能够不老不病不死。他兼顾他的色身，他心中存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跟想法。那么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呢，他怎么做呢？他就远离了这个都市的繁华，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林，或者到一个没有人间的海岛，总而言之，他就希望到一个，没有人去吵杂的地方呢，来修学他的仙道。那么这当中就有十种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讲一个人的心态是决定你的状态，决定你的果报的状态。那么藕益大师呢，他说这个仙道的特点，就是，别修妄念，存想故行。那么他的存想故行这样的妄想，藕益大师说呢，基本上有两种的差别。一种呢，它是依止浮尘根而修学，这浮尘根是完全的是一个色法色身，它完全是修身的，这种是比较低级的仙道。他怎么办呢？他就守精，让自己的精气不泄露，然后练气，把精转成气，然后养神。经过这个动静的修学，守精练气养神，就使令色身能够长时间的不老不病，延年益寿。这个是偏重在修身
啊，就是藕益大师说衣服成根而修学。其次呢，比较高级的仙道呢是依胜利根，它是修心啊。那么他想要把这个凡夫的这种粗重的啊，这个所谓的凡胎啊，转化成这种啊轻飘的仙道的色身啊，他依止第八世这种无复无记的无想啊，或者讲冥想来修禅定。那么三昧成就以后呢，他具足五通，有能够啊各式各样的神通啊，这是比较高级的仙道啊。那么在以下的别选当中呢，啊，在古德的分判呢、啊，就是它有十种，前面五种是偏重在修学色身的，啊，就练这个精气神。那么后面五种呢，他就开始修学禅定，那有各式各样的神通显现出来啊。那当然这十种不管是修身修心，总而言之，都是活在自己的妄想。跟我们的真如本性是不相应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先把这个仙道的特色啊先做一个说明。我们看它的别显啊，就是它个别的显示啊十种仙气的差别相貌。先看第一种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哈。阿难，彼诸众生坚固福耳而不修习，十道严惩命地行仙，乃至坚固变化而不修习，觉悟严惩命觉行仙。啊，总共十种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地行仙。那么阿难，彼诸众生啊，这个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众生是一个人道的众生，而且是希望能够追求不老不病不死的众生。那么他内心当中呢，有一种坚固的想法啊，就是希望能够追求长生不老。那么他怎么做呢？福耳，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修学方法。这个福耳啊，就是说啊，他用这个种种的药物啊，啊去煎制，煎制以后呢，他怎么样？长时间的服用。那么通过药物的力量呢，啊，它包括自己的啊平常的修炼啊，来助长色身的健康长寿。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不休息，也就是说他吃这个药物不是短时间的，是长时间的服用啊。然后食道严惩啊，就吃这个煎制的药物成功以后呢，他有什么相貌来成就地行仙？他的行动啊特别的轻快啊，他的活动特别的敏捷，但是呢他的脚啊还不能够离地，虽然健步如飞，但是脚不能离地，所以还是属于地行仙啊。这个前面五种仙呢、啊，它都是以这个脚的活动力量啊，说这个脚越轻便啊，它能够飞得越高，这个仙的这个层次就越高。因为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脚是一个重要的判定哈。啊，脚越有力量，你身体就越好啊！所以他这个仙道的前面五种啊，修身的都是以这个脚的力量来分判啊。看第二个，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到严惩敏分行仙。前面是福耳，这个是草木。这个福耳啊，是把这个药把它煮熟了以后吃。但这个地方的草木啊，就是直接用这个草木啊。就是比方说啊，黄金啊，这个金是那个精华的金啊，米黄色的黄，这个它是那个黄金啊，松柏啊，这种树的枝叶啊，啊去榨它的汁啊，那么它就直接生吃啊，吃久了以后就是健步如飞，所以药到严惩啊，在吃这种草木之药啊，功德成就以后呢，它的飞行啊。就比前面更加轻快了，就是飞行能够啊慢慢的离开地步啊，而少分的飞行啊。那么前面的福耳啊，他还要食人间烟火啊，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古德注解说啊，不管草木啊金石啊，这第二种仙以后啊，他基本上不吃人间的饭菜了啊，他吃的东西都没有经过烟火煮过的啊。
不食人间烟火的哈。第三，兼顾精食而不休息，化道言成名游行先。前面是吃这个草木，这个地方是吃那个金属跟矿物啊，他用这个服这个铅啊、汞啊啊这种金属的矿物啊，按照一定的比例啊，把它混合起来，然后呢，这种金石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化道，那么吃久了以后，它能够转化我们人道的这种凡骨啊，而转成一种比较轻飘的仙骨，这个骨头会改变。那么成功以后叫做游行仙，它甚至于可以在虚空中啊飞行自在。前面啊就叫做游行仙啊，前面的飞行呢还不是能够飞得很高，这个地方它飞直接飞到虚空去，飞得更高更远了。那么这个是它的特点呢，就是服这个金石来改变它的骨头。好，看第四种，兼顾动止而不休息，气精言成明空行先。那么前面三种我们看它的内涵呢、啊，主要就是靠外在的力量啊，吃啊草木啦、啊，吃这个金石啊，药物等等哈。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定的修炼，就是以这个动止两种法门来修炼啊。比方说他在动中啊运气调身啊，比方说他打坐瑜伽啦、打太极拳啦 以动中来练气啊。那么其次呢，在静中养神啊，你看在动中呢，把这个精转成气，然后他经过静坐呢，把这个气转换成神。那么修炼久以后呢，气精言成啊，他把这个从动中啊炼精还气，从静中呢炼气还神，最后把这个精气神还于虚空，最后啊这个形神寂妙，这个就是精气言成。那么把精气神都回归到一念的虚空以后啊，它就变成了空行仙。它甚至于能不但是在空中飞行，能够腾云驾雾啊，它的脚能够站在这个云雾当中啊，啊，那这样飞行无有障碍啊。那么这个地方就飞得更高了啊，前面的游行仙呢、啊、还不能够飞到云端去啊，顶多在虚空啊，它是飞到虚空很高的地方啊，飞到云端去，而且能够腾云驾雾，叫空行仙啊。第五个，兼顾精益而不修行，论得言成名天行仙。这个地方的重点在精益这两个字啊。前面的动止啊，就是这个人的修炼啊，他可能是一半是动一半是静啊，动一动静一静啊。当然到第五格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静态的。这个精力是什么回事？就是他在打坐的时候啊，他用这个舌头啊顶住上颚，那么上颚他就会产生嘴巴产生一种精力啊。这种精力呢，他有什么样能够论得言成，他能够滋润我们的色身啊。那么这个精力能够转化成一种正气，飘然的正气，所以就使令他的身心特别的轻飘，由于天上叫天行仙，他不但是能够腾云驾雾，甚至能够游行到诸天去，但是他不能住在天上，他能够到天上去见到天人，但是他也不能吃天上的东西，因为他没有那个福报力啊，他还是要回到人间来安住啊。他还是要回到他的啊深山啊海岛啊没有人的地方安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他的主要的特点，用这个精液啊来化成他的气啊。那么前面五种当然主要就是修他的精气神啊，以修身为本啊。看第六个，兼顾精色而不休息，细碎言成明通行仙。这个金色啊，就是他能够在打坐当中啊，以一念专注的心啊，
来吸收日月的精华，这个精啊就是日月的精华，那种光明啊，日月的精华。这个色呢就是银霞的彩色啊，那个夏天有那个天上有那银彩，七彩的银彩，那个彩色啊。也就是说他这个打坐啊，他不完全是在房间里面啊，他到外面去啊，吸收日月的光明，吸收银霞的彩色啊，把这样的能量啊转化成自己的能量，而且它不是一天啊，它是长时间不休息的去吸收大自然的能量。那么时间久以后呢，吸萃炎成，这个吸就是吸收日月的精华，这个萃呢就是萃取彩银霞的彩色。那么它最后的功德成就以后呢，跟通行仙，它的神识啊，因为它的能量来自于大自然，所以它就能够跟大自然的宇宙万物呢互相融通。所以他的心一动，他就能够跟整个大自然啊能够任应的而没有障碍。比方说他能够到一个高山啊，我们要从高山爬过去，他不用，他都念头一动，说我要从这个高山过去，他就直接从高山穿过去，他能够穿越高山。比方说他来到一个大海，他也不要坐船，我现在要从大海当中走过去，他就能够从水上走过去。圆圆老和尚说这个是有一点劣势五通了，因为他的能量他经常就跟大自然在那个地方互相的交合，吸收日月的精华，吸收银霞的彩色，所以他对大自然呢，慢慢他那一念心跟大自然两个能够互相融通。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通行仙啊，就是融通他的心跟大自然之间没什么障碍啊，他能够进入大自然，然后随心自在。再看下一个道行仙，坚固骤进而不休息，速华烟尘名道行仙。那么这个道行仙的修行方法有两个，一个是骤啊，我们先讲进好了，它的基础是持戒。他对这种杀盗淫妄的戒恨啊，持得特别的清净，非常的坚持，非常的清净。第一个，他持戒清净；第二个，他精勤的持咒。那么，他以持戒来止息心中的欲望，用持咒呢来增长自己的正气。那么，以这个持咒跟持戒两种的法门呢，而不休息啊，速法严成。这个速呢就是持咒了，法就是持戒。那么他成功以后呢，叫做道行仙。他不但以持戒持咒啊，让自己的身体啊一生都没有病痛，而且他能够为人家加持，他就以这个道法啊，就是他的戒恨的清净跟他持咒的力量啊，他随时为人家治病，为人家驱魔，就是道行仙，他有那个道啊，当然这个道是有漏之道啊，还是生灭之道啊，但是至少他能够为人家治病啊驱魔，他就靠什么功德呢？就靠自己的持戒，靠那个咒语的力量啊。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意言成名造行仙。这个人的修行呢，他修这个思念。思念呢，他这是怎么个思念法呢？他不是正念真如哈，他是打坐的时候啊，不断的去意念自己丹田啊，一手丹田，就把这个心啊住在这个丹田的下面。一方面呢、沉思养神啊，他把那个内心啊安住在丹田啊，让自己的心啊不要那么躁动，养神啊。一方面能够练气，因为丹田是气海。把这个气啊练气，一方面养神，一方面练气啊。思意言成名造行仙。那么他不断的一手丹田成功以后啊，这个思意言成的叫造行仙呢，就是他那个神识啊，他就能够在身体当中啊出入自在，他随时可以从顶门里面神识而出去，他也可以随时回来。那么他的气息，他回来以后，他的气息啊，
上下能够交通，色身跟神是互相照应啊，互相照应。他心想到哪里，他气息就跑到哪里。他心要出去，他随时神识可以出去；他要回来，又随时可以回来。啊，他就是从这个丹田当中啊，产生这么一个能量，好，来造行星。看下一个，坚固交构而不休息，感应言成明金行线。这个交构啊，就是阴阳的调和哈。阳是主火啊，乾属阳是属于火啊，那么这个阴是属于水。那我们讲说是肾水心火了，他打坐的时候呢，他把这个水啊往上提，把这个火往下降啊。我们一般的情况啊，我们身体啊这个地水火风啊，因为火是比较轻的，所以它火习惯是往上，水是在下面。那么火在上面，水在下面就糟糕了。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火在上面烧，上面都没有水，这个锅子没有放水，一下子就把这个锅子烧破了。所以我们打坐的人呢、啊，他是怎么样？要把那个把这个水往上提，然后把这个火往下降，叫炼丹啊，就是这个上面有水，下面有火啊。那么他就是不断的利用静坐的方式啊，把这个水往上提，提水降火啊，让这个水火能够交钩，以成仙胎。你看我们拜佛的时候啊，上空师父啊就叫我们说啊，你的脚掌微微的用力，上半身放松，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就是把那个水把那个水提上来，把那个水提上来，把那个气啊往下降。其实你走路的时候也要这样，走路的时候要脚掌微微用力，上半身放松啊，要下实上虚啊。那么他不管行住坐卧呢，经常就是提水降火啊，以此来做一个啊阴阳的和合啊。那么最后成功以后啊，感应言成明金行仙，他就能够啊以这个水火阴阳的交构呢，而成就仙胎啊，长命百岁。生命能够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叫金行仙啊。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言成明觉行仙啊。那么这个到这个地方，姚爱古德的意思啊，这个第六种以上的人多少都有禅定了、啊，起码都有这种啊意界定哈、啊。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他在禅定当中起观照。他呢在禅定当中啊，思维宇宙间啊万法千流变化的道理。说宇宙间为什么会变化呢？为什么这个春天的时候 A 百花盛开呢？春天一走的时候 A 百花就凋谢呢？他在思维这个宇宙啊，这个无常变化的道理。那么思维久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觉悟言成，他就内心跟宇宙万法互相的融通啊，融通以后呢，他有什么样的功德力啊？叫觉行仙。他能够啊，以他的心念啊，来主导整个宇宙的变化。说移山倒海啊，变化四季。他想把这个山啊，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去。他念头一动，这个山就开始移动。他能够移山倒海啊，甚至于他想把这个春天啊改成夏天，他也可以把这个夏天啊改成冬天，他的那个很自在的变化四季，他就产生这样的幻术啊。我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解一下他这个觉悟啊，这个地方本经讲的很简略啊，但是你要看看那个成文思论啊，或者看看本经的后面那个五十一摩，他有提到啊，就是这种变化，他的觉悟是这样，他的思维啊是认为宇宙间是两分的，一份是常，一份是无常，一份是变化，一份是不变化的，他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哈，所以他就慢慢慢慢从变化当中慢慢的回归到不变化，所以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当中来带动变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用到跟那个人就很像了，不一样。他这种
变跟不变的这个常跟无常是二分的对立，所以一分常一分无常。它这个常跟无常是两个东西。我们本经讲现前一念心性，不变而恒常随缘，随缘而不变，这个两个是不二的。不变中当下就是随缘，随缘中当下就是不变。但是这个仙道的这个变化跟不变呢，它是两个东西。这是自信值，它是两个东西啊。在海公的楞严经的讲记，他提到一个观念，他说、啊、有在过去在东北啊，有一个修禅定的修行者，他到山中啊去找一个仙人啊求仙术。这仙人说啊，你要修仙术啊，你在打坐的时候啊，你就思维啊，这个宇宙万物是变化的。但是这个变化是如梦如幻的，是不真实的，就叫他思维。结果他思维三个月以后啊，他就在定中啊，随时可以去变化四季，他可以把春天把它改成冬天，他可以把冬天把它改成夏天，就是他在说的这个觉行先。那么为什么觉行就讲做一个觉呢？就是说他们一般这种仙术，因为他觉行仙是整个仙术最高的境界，他这种仙术是不对外流传的、啊、不是公开流传的，叫觉行仙、啊、那么这个是虽然是同样依止妄想，但是他妄想的相貌各式各样，就草生的这种仙道的相的结果、啊、也就各式各样、啊、我们看他的结识的地方啊，看佛陀啊对这个十种仙啊他的一个结论啊。阿难，四等皆以人中念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受千万岁，修止深山或大海岛，结于人境，失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三入住去。那么这么前面十种仙啊啊大智慧的佛陀啊把它做一个总结，他说啊，四等以上十种的仙道啊，他们的特点呢、啊，第一个仙道要从人中求啊，你是一个畜生啊，你没办法修仙道，一定是人道才可以修仙道啊。那么他是怎么样的练心？当然其实还有练身呢、啊，他用运动啊、药物啊来练身啊，他也有用各式各样的冥想来修心啊，他修炼身心。那么依止有所得的妄想来修炼身心呢、啊？但是非常可惜，他怎么样？不修正觉，他没有真正的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现前一念心性这个本来面目，还是在生灭的因缘当中打转啊，就叫别得生理啊，就是啊、另外成就一种延伸。延长生命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存想故行嘛，啊，那么这个是讲他的因地，啊，他的因地是不修正觉别得生，那么他的果地是什么果报呢？寿千万岁。我们要知道哈，人不可能没有死亡，不可能，所以他是把死亡延后，啊，先到是。所以古人说不老不病有可能，但是没办法不死、啊、那么他的寿命是千万岁、啊、而且呢他的个性、啊、远离人情，修止深山，他是不喜欢跟人群往来、啊、那么或者住在那种没有人居住的大海岛、啊、但是整个都是大海中间一个小岛，他有神通嘛，他也不要坐船，他直接飞过去。总而言之呢，他是结于人境、啊、他远离这种人情的、啊、这种吵杂的环境、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果报体呢，佛陀说啊，失意轮回，他还是活在三界的生死轮回当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依止妄想来修学他的身心，所以难免落入流转、啊、那么不能够修学、啊、这种楞严三昧正念真如啊，等到他死亡到来的时候啊，
他还是要来到三界当中，随顺他的过去的颠倒跟业力啊，而散入诸趣当中。我想仙道跟佛道、啊、差在哪里、啊、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仙道是追求长生，佛法追求无生、哎、这个思考不同。因为你长生，你只要是生，那就表示什么？那么生住意灭，那是一种生灭法嘛。你是在生灭法当中延长它的生命而已、啊、它本质是生灭的嘛。啊，但是佛法是怎么样？佛法是叫无生啊，正念真如。当我们的心正念真如的是直接去入无生啊。所以偶益大师啊，他对仙道啊，他在注解当中他有一段的批判，他说、啊、一个人的精神呢、啊，用在追求长生呢、啊，他的果报啊，只成千万之岁。我说你的生命达到千万岁啊，但是你把这个人的精神用在修学佛法而正念真如啊，最后的果报是大波涅槃，万德庄严。所以他说修学圣道呢，就好像啊，你用那个无价的摩尼宝珠啊，把它当做那个弹弓啊，去打黄雀。说这个摩尼宝珠是无价的，结果你拿摩尼宝珠去打黄雀，打到一只黄雀，这个黄雀也没什么值钱，但是你把摩尼宝珠给丧失掉了啊。在这个古德的注解讲出个譬喻，说这个仙道有一个李洞宾啊，这个八仙之一啊，他修成长生不老之法以后啊，他又练成了一双啊雌雄剑，就这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有一天呢、啊，黄龙禅师啊，在说法的时候啊，他刚好腾云驾雾啊，从旁边经过，他就降下来，到了法座当中去听。那么听法结束以后，黄龙禅师说啊：“此中有道法之人，有人道法。”这个时候，李洞宾就出来了，他说、啊：“我有心中有不死之法，我何必道法呢？我有长生不老的法术，我何必道法呢？”黄龙祖师说啊，你这个人啊是守尸鬼啊，守住这个生老病死的色身啊，守尸鬼。所以李洞宾就很生气了，他就射出他的雌雄之箭。这个时候黄龙祖师啊，他就入这个真如三昧。我们前面讲过哈，真如是一切法的根本，所以他入真如三昧的时候，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刀子也不能割他，所以那个箭射到这个黄龙祖师的前面的时候，自然落地就插在地上。这个时候那个李洞宾要把这个刀用那个法术把它收回来，收不回来。这个时候李洞宾就心生惭愧啊，那么就拜这个黄龙祖师为师父。那黄龙祖师就跟他开示，开示以后他也开悟了。他说啊，自从一见黄龙后啊，荒悔从前错用心。我们的身心世界、啊、它是生灭的因缘，这个本质是不能改变的。你不管怎么修，它一定要生老病死，这个规则是不会变的。所以你一开始一直生灭心，你不可能得到不生灭的果。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啊，你拿一盘沙，你不可能煮成饭，不管这个沙是七彩色的，放出多大的光明，它的本质还是沙、啊、沙永远是沙，你不可能把沙变成饭，不可能。所以楞严经它的观念 很好，就是说你一定要成佛，成佛有成佛的根本，你找不到这个根本，你永远不可能成佛，就是真如嘛。十方诸佛依真如而为根本，所以我们找不到真如现前一念心性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你不可能成佛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后来当然李洞宾他的思想一改变，哎，心生者种种法生，他依止正念真如的心升起，所有的功德都改变。仙道的
调身、调息、调心啊，其实佛法不排斥。诸位，你看看天台的小止观，他讲调身之道、调呼吸之道，很多东西跟仙道是几乎是一样，但是动机不同。他在理观这部分，四修是完全相同，理观不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说他的法门有什么错误，而是心态的错误啊，心态错误。好，我们再讲到己六是天趣。这个天的意思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它是清净光洁，第二个它是尊贵殊胜啊。因为这个天的果报体啊，它是由十善善品的十善业所成就，所以它的身心世界特别的清净光洁。你看这个诸天啊，他吃东西啊，这个异界天他要吃东西，他也是有饮食的欲望啊，但他那个东西没有渣，他完全消化，他不用排泄的，所以诸天没有厕所，他没有大小便的排泄，所以他的色身特别的干净，这第一点。第二点，他那个色身啊特别的尊贵殊胜啊，他的色身啊特别的庄严殊胜啊，这是叫天，这两层意思啊。那么这当中有两颗，第一个别是诸天，第二个总觉希望。那么别是诸天当中又分成三段，一异界，二色界，三无色界。那么异界当中又分成三小颗，一总标异天之因，二别是六天之相，三结成异界之名。首先我们先标出啊，这个六异天啊它升起的因缘啊。看经文，阿难，诸世间人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这个诸天啊，他的果报体是怎么来呢？是诸世间人啊，也是从人道而来。那么这个人他也想要离苦得乐啊，他也知道这个身心世界啊是污浊出众的，他要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啊，想要离开痛苦的身心，追求安乐的身心，这个思想是对的。但问题是他缺乏两种功德。第一个，他不求常住。在藕益大师说呢，这种人是缺乏出世的智慧，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追求真正的快乐之本是不生灭心，他没有这种去正念真如啊这样的一个心，就是缺乏出世的智慧。第二个，未能舍诸妻妾恩爱，藕益大师说呢，他缺乏出世间的戒定，所以他只能够受持一般的五戒十善世间的善法，所以他呢还不能够完全的舍离正式的妻妾的恩爱不能够完全舍离这种所谓的我们说的能够远离邪淫，不能离开正淫。这个异界诸天这个欲啊，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异界天虽然是很清净很色身很庄严，但是它是有三种欲望啊。第一个，它有男女的欲望，它有男女的欲望。第二个，它有饮食的欲望，它定时间是要吃东西的来滋养它的色身。第三个，它要睡眠，它疲累的时候要睡觉啊。它这个是异界天有三种欲望啊。那么他的因地当中呢，是不求常住，未能舍诸妻妾恩爱，但是他能够修习很多很多的殊胜的善法，这是总标。我们看忍二的别是六天之相，这个六天呢，一是天王天，二刀立天，三西愿摩天，四多帅陀天，五乐变化天，六他化自在天。首先我们看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